这是手动的，知道吗？那以前是，现在它就这样啊。它压到下面之后，它就自己往上浮呀。所需要做的就是重复开门关门，开门关门。嗯。这种控制方式我们已经做了两年了，你们一直不知道而已。你们就没见过。其实像这种小门那边放在人家那边还是最好看，还可以当个垃圾箱。嗯。基本上很少的噪声，你都听不见。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我们要站一下，放到后面。